来，他们 gentlemen。被自己的才能给征服啊！这玩意儿咋开？新型战斗机。今年新款，我这才能。先找到那个女革命党，跟她接上头。对，接上头。哎，生意还不错，挺好。哎呀，这
这谁是真，谁是假？太难了。又开始了。开始。哎呀，幽灵又出现了。一会儿还得唱呢。 鸳鸯唱呀鸳鸯，你看，说啥了？皇上，你还给唱掉了，继续啊！嗯，没救了。鸳。 鸳鸯茶呀鸳鸯茶，我走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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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少吃点花生米，胆固醇高。他是真烦人呢。哎呀，鸳鸯茶呀鸳鸯茶，别着急。 我爱你呀，你爱我，早晚得挨一顿胖揍。哟，小兔子，哎，你暗谁？不是，什么土行孙哥哥？不是，对不起，我就唱歌跟你住个姓，我还挺拉倒的，你干啥这么发这么大火？这个我大脾气挺大，坐进去是你是谁？乖，你是我的哥哥，乖，坐。不好意思啊。 渴了，嗯，唱渴了，快点的！哎，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你能不能清醒点？咱们这是饭店，卖菜不卖相，你干嘛呢？你得罪爱谁？你怎么还调戏那女顾客呢？行了你，你废了你废了！行了，沈老板，我们都知道。 于姑娘走了这么几天，也没音没信的，你心里不舒服，我们都理解啊。但是这个失恋吧，咱们隔三差五闹个心也就行了。实在不行，你这样，你可以烧前任的照片，这我的经验。还可以喝我酿的，醉生梦死。哎，葫芦，哎，你烧过几张前任的照片呢？ 这不就打个比喻吗？其实啊，方法有多种多样的。我就给唱个歌，倒个茶，咋的？天天背背背背，我告诉你，背背跟我俩好着呢，妈了结婚生孩子，你们六个谋生十二个，就扯这个行，该干啥干啥去，就嘴里边这忙活，看你这小油污，你废了你废了你，这个大背呀，我蹬死了。 哥，媳妇漂亮，贼。那骚鸳鸯茶，鸳鸯茶。哎，什么茶？鸳鸯茶，我尝尝。你要喝鸳鸯茶呀？孔雀，我最恨小日本的。 你要跟我说你要鱼，不是，你这，哎呀，哎呀，真的还动手，干啥？我这哥，哎呀，我这干啥呢？哎呀，你这还打的？你说我应不应该上去拦一下？我看这架不拦。沈老板啊，现在已经从自怨自艾升级为失恋的第二阶段，自杀式疗伤，他被打得越疼，他心里越痛快。不是，虐恋。 自古最是有情痴啊！我本来以为长成他这样的应该很心安理得，被甩才对呀。对呀，没想到他也这么不干。哎呀，还打呢，行，打吧，一会儿打累了就不打了。这是都忍不了了。干啥你？来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啊，默认啊，你失恋呢，我感觉没什么大事，那么很正常，都在我预料之内，知道不？
你别祸害咱们饭店呢，啊！祸害啥饭店？我今天有正事儿。你有什么正事儿？你有什么正事儿？你听我的啊，一会儿你找个蹦头，你呢就去你跟于贝贝曾经爱过的地方，好好的回忆一下，然后痛哭一回，好不好？啊，听我的。来来来，这过来过来。干啥呀？你别有钱，真有钱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上车上车上车！追随你，干啥呀你？情场失意，赌场得意，找一个赌场。 赌一把，赢点钱回来啊！不是我的意思，坐好，出发！追！哎呀，追去！太君可好？请您禀告太君啊，就我们小店最近就没有革命了，估计都是绕道了。这些人呢？到了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走！哎，妈呀，小刀！走！ 哥不高，就挺大。哎呀，刀快，刀快！啥废话？啊，是不是你把下线杀了，还冒充下线跟我碰街头暗号？你这个汉奸！啊，你这也太会编故事了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汉奸可不能乱讲啊！别动我，我猜一下，我猜一下，老。别啰嗦，快说！你是不是革命党的上线？我是无间道。我在太君那儿，呸什么？呸呸呸！ 我在那个日本人那儿听说呀，他把你下线给杀了，然后在饭店设伏准备弄你，那我能让他们弄成吗？我必须得赶到前面，我得通知你啊，我跟你对一下暗号，我赶紧给你整走啊！哼，别疼，疼，太可笑了，你当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你必须得相信了，要不你就错杀了好人了。废话，说。 于贝贝，长了胡子的于贝贝。你怎么认识于贝贝？妈呀，我咋认识？没长胡子的于贝贝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啊！他在那儿呢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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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拿着。 我会跟你联络的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除了我，任何人不能给，否则的话，不但你有生命危险，你的饭店毁于一旦。不是，咱俩就这么个小小邂逅，我就生命危险就毁于一旦了？哎呀，听我的，拿着，不是，快，我得走了。不是，我不要这玩意儿，你带包我跑，你这。 大哥，东西不见了，人也跑了，哪边？那儿，追！哎，你是不是瞎呀？啊啊！这个信号，废他妈什么话？追！哎，那边！哎。 什么尺寸？进来。来，以前。啊，露露。夫人呐，我们俩呀，特意去那个凤凰苑纪念品商店给你买了一样小礼物。 沈老板，你就别太伤心了。这个礼物呢，到时候嘘，噔噔噔噔，哎，可以买的。
藏起来。什么？打开。嘿嘿。哎呀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老顾，你干嘛呢？那茶叶里面怎么加牛奶呢？夫人要喝鸳鸯茶，外国人都是这么做的，我见过。鸳鸯茶？你可别听我们这店里伙计瞎嚷嚷，还得是上等的大红袍，我给你续上吧。等一会儿，你店里那个瞎嚷嚷的伙计人在哪儿啊？啊，那人废了。废了？而且是，废的彻底，废的都起不来了。那个，这位夫人呀，我们店里呢，除了鸳鸯茶，你这啥都有，什么花生瓜子方便面啦，你看这气质，这打扮呢，不是一般人呐。有钱人，咱们得好好伺候着。银耳鱼翅羹来一粒。银耳鱼翅羹有吗？我们有银耳，我们。要不然这个银耳和鱼刺儿，我让我们家师傅好了。白粥来一碗，去吧。哎呀，哎，你们这是什么茶？这酸酸的，让人怎么往下咽嘛？嗯，我们店里的东西虽然不是最顶级的，但是这个茶也是我们特意从云南运过来的陈年普洱。其实你要是仔细品品，也挺好喝的。姑娘，嗯，坐。哦。我问你，嗯，你们店里那个伙计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问他呀。其实他不是伙计，他是我们老板，沈老板。我们沈老板吧，他就是，他长得吧，奇形怪状的。但是呢，他爱上了我至今为止见过最美的鱼姑娘。唉，思念是种病，相思最致命啊。鱼姑娘，嗯，她叫鱼什么呢？鱼姑娘呀，她叫鱼贝贝，她是我们整个奉天城里面名头最响亮的高级社交女服务人员。其实说白了就是凤凰院的头牌花魁。鱼贝贝，哎呀。是不是我一说于姑娘的身份，您有点大跌眼镜啊？哎，所以呀，您看呐，你说这于姑娘身边吧，围绕的那就两类人，达官和贵人。是，咱就说这于姑娘一时想不开啦，落入俗套啦，她那个想和这个小白脸私奔啦，那你说那也不能是我们沈老板呀，那也不能是我们沈老板呀，是吧？就我们沈老板那个样，你说，那他就算去做个激光美白啥的，那他也不是那小白脸儿。姑娘，哎，照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沈老板对我们于贝贝的感情是认真的，是痴情的，对吗？他怎么能叫痴情呢？他那是情痴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不知道。飞蛾扑火的呀，失恋致死呀。那你们沈老板，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呢？你看，
这行尸走肉和死了那有什么区别呀？就我们沈老板现在那样，我跟你说，他要是去好莱坞，他都不用化妆，直接就能演丧尸片了。小三儿，上菜了，别鼓动你那针线活了。没空。哎呀，好吧，我自己来吧。咋了，老板？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疑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帮小三儿送菜呀，他没空啊。你看，那你直接炒完菜就端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干嘛用传菜机传到这里，然后你从厨房再跑出来，再拿起盘子再端过去，你不累吗？你啊，是有点累啊。你老糊涂了吧你啊？老板，看看他走来走去的，太可疑了。太太，啊，要在店里转一转，用不用导游啊？啊，哎呀，哎，老板，你们这个店啊，还真是太具规模了，这随便走一走啊，都要找个导游。我们这个店呢，倒也不大，但是有底蕴，这是我们奉天百年的老字号店了，哦，见证了东北百年的兴衰，也见证了东北美食的淬炼。嗯，我朱一群就是这个店第25代掌门人。哦，原来这是百年老字号，你是第25代掌门人。嗯，也就是说，每4年换一届，是不是？干满了4年就得退休？就是促进良性竞争。4年一次竞选，把我选上了，4年一次嘛。啊，4年一次，那也就是说是奥运会了。嗯，差不多。老板呐，你可真够幽默的。行了，啊，我呢，想去后院看一看。你们这有后院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小马。哎，带太太到后院走走。好嘞，来，跟我。不住了，不住了。好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高跟鞋啊，一步是一步。放心吧。把胯胯悠起来，悠起来，美美的走出去啊。这老太太看着有点面熟啊。所以我觉得她很可疑。你小心门槛。哎。哎，姑娘。哎，你们这个院子的后门在哪儿呢？哦，后门啊。走后门？你走后门干嘛呀？你误会了，我呀起得早，岁数大了，我喜欢晨练，我怕一大早还要吵醒你们替我开后门啊。这样啊，后门那儿呢？一会儿我缝完这块哈，我带你去。好啊，谢谢。嗯，三儿啊。啊，缝衣服呢？啊，怎么想起缝衣服了呢？这不是闲着没事吗？我绣个花纹，看。这啥呀？凤凰。你这是凤凰呀？嗯，是不是最近胖了，给撑的？马葫芦，接人短是吧？我杨思蕊现在也不闯荡江湖了，我窝在这1亩3分地儿里，我胖一点是有理由的，但我不至于把衣服撑破。这是绣个小图案。得了吧你啊！你前两天干活的时候一使劲扣都崩开了，是不是以为我没看见？本小姐长身体呢。哦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我看一下。嗯。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这么小的袖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你从哪来的呀？识货的人。识货，我跟你讲，来啊，坐这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针呐，这是我爸从广东微雕大师那偷来的，那会儿都是我的针，我的。他们说这针能绣出全天下最美丽的花纹。嗯嗯嗯嗯，真是。我看你这身份也不一般，你喜欢这针头线脑的？嗯，我就是喜欢。你喜欢我送你几根。
真的？那那太好了。哎呦，也不太好吧？没事儿。什么的？偷了一箩筐呢。哎，小三儿，你看你，干你的活儿。啊，我送你个筐。哎呀，这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是吧？可惜了是吧？你也这么觉得是吧？哎，看我这杨思蕊，心灵手巧的，我窝在这儿当了一个店小二。不过有时候我想吧，这干一行我就得爱一行。这绣花呢，这是我优点之一。这歪七竖八的针脚，简直是可惜了这么好的布料了。这我不送你了，怎么这么毒舌呢？哎，姑娘们给我听着，相聚就是缘分，今天我让你们领略一下中国绣工。绣成了个凤凰。对了，就这几针就这么重要？你这手怎么长的？哎，他比奉天的那个王财富缝的还好。嗯，太厉害了。哦，太厉害了。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。怎么了？是老板他被劫持了。啊！快快呀！啊！快快快！喊啊！半天了，看明白没有？哥，我这有点看不清，我上你那儿看去。拿点儿来。啊。我。哎，最毒不过一只眼，矮子深藏三把刀，他们肯定是反派。啊。哥，就是他，这犊子就是黄包车上那人。二位，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？那我过去了。滚！好嘞。李雪娜。啊？俩谁？我不认识。你哥们儿啊？闭嘴！闭嘴！闭着呢。闭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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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大家说一声，啊，我今天。不是来劫财的，那还挺好。但是我是杀手，我是来取命。这可不好。你收保护费你就说，你那么多废话干嘛？哎呀，大哥呀，老霸道了，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他们不知道咱俩就是马王爷组合呀。解释。哼，看好了，三只眼啊，原来是二只哥和一只哥呀，二哥一哥，你们好。赶紧他妈把我飞镖给我弄回来，最后一个了。啊啊！哎呦我去，哥呀！你说这老大地方，你瞎他妈撇，你撇哪去了？你上搁哪找啊？大哥，大哥，先办正经事儿。等一下，你们冷静，都稳住。这件事情。我来处理，你俩先把事情给我放下吧。镖，就那一只吗？啊，那刚才撇出去那个就是吧？啊，现在是不是没有了？嗯，那我就得跟你俩掰扯掰扯了。手放下，立正。
我可以供你吃，我也可以供你喝，我都可以安排你们。但是来我店里闹事，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警告你们两个。怎么的？也是可以的。你真漂亮啊。因为我看到二位感觉特别的投缘，就感觉我们在一起呀，吃点小菜，喝点小酒，然后到后院找个香炉插几根香，往地下一磕，我们就是兄弟。说我们，我还有一首歌，好兄弟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。滚！好嘞。李新兰，你这血气方刚咋变成血气方刚了？你这，你这咋还对我来了呢？装？不是，那个一哥，哎，二哥，那个，我说实话，见你们兄弟俩特别投缘，真的，我觉得应该整两个小菜，喝点小酒，到后边把那香头子一插，咱拜个把子，带我。知道我今天干啥来了不？知道我们是来干啥的不？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知道不？不知道。跟谁俩呢？跟谁俩呢？啊？你把门关上。好嘞，大西呀，把门关上。关啥？我去，怎么还一个呢？吓我一跳。慢着，天黑啊。我去，怎么在学我呀？慢着。不是，大哥，我就想问一下了，你刚点我那啥啥意思？撇撇呀。嗯。他还学我，手给我撂下。我告诉你，我大哥脾气可不好，他只能给你一次机会，知道吗？空话的，不是，这是什么个戏？这剧本怎么写的？这桥段到底是咋回事？男女主人公到底是谁？这怎么我就怎么就把我写到了？我就是就剩一次机会，这啥意思？为啥？为啥？因为我大哥这把枪里只有一发子弹，所以你只有一次机会。漂亮个漂亮个一哥呀！你们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怎么的？一颗子弹不是子弹呢？啊？怎么的？这又是什么桥段？怎么你们两个又有矛盾冲突了呢？这到底要干啥呀？我又不认识你们，这干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欺负人呢？这恶人呐！你到底惹谁了？赶紧认得了，他俩有枪。我知道他有枪啊，所以说我就在这，我就特别的害怕，我搞不懂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你嘴怎么那么犟呢？这不都明摆着呢吗？把人眼睛抠瞎了，你手怎么那么欠呢？啥呀？我把他眼睛给抠瞎了？啥呀？不是我有俩眼睛，我抠人家眼睛干什么？不，你问他，你说。啊，不是他给我眼睛抠瞎的。你看看证人这是啊。是他合伙人给我眼睛抠瞎的。你呀，你胡说八道！我怎么能抠你眼睛呢？我有两只眼睛，我想抠哪个我抠哪个，我抠你的干嘛呀？你这不是缺眼，你这缺心眼啊。这玩意儿老胆儿老小，鸡也不敢杀，蚂蚁不敢宰，整苍蝇整蚊都放不。停！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？都干啥呢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我来，那就是要让他配合一下我的工作。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如果他抗拒从宽，那么你们也别想擅独其身，听懂没？其身。其谁？抗拒从严，独善其身啊！这文化呀！哎呦，老头儿，怎么的？哎呀，
啊，有文化是不？我他妈第一个整死你，你信不信？跟老头扯啥？跟老头扯啥？等一下，大哥，你枪里呢就一颗子弹，你把子弹给他了，我们不就有机会了吗？你还是考虑一下，然后再做决定。朱老板，你这思路想想就行了，干嘛说出来呀？你嘴别欠了啊！我救你一条老命。大哥，用不用我安排人通知上边，然后让上边……你是不是傻？就他妈这么点活都没干明白，以后上头还能把活放我们手吗？啊！大哥，不愧是大哥呀，想问题就是比我们一等要想的周全啊，是吧，大哥？你不缺眼吗？莫人呐，你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到人家手里了啊？这两位大哥跟你有很大的误会呀。两位大哥，我这个兄弟吧，他做小事呢磨磨唧唧，干大事呢他就没成过，就是不行事儿。那我还有啥用了我呀？这会儿光听你兄弟搁这哇哇的，你搁干啥呢？跟我装哑巴是吧？你嘴聋啊？还说，我看你是不是那什么？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漂亮，大喜，我爱你。对，谢谢。滚犊子！一哥呀，二哥，我没装哑巴，我声音也挺高亢，关键我不知道说出啥话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咋回事啊。二哥，你这笑的比哭还难看。咋的？哎呀，一哥，你又干啥呀？大哥，就是他。我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到了一丝害怕。上一边人两眼都没看出来，你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再说，拿枪顶谁脑袋，谁不害怕呀？二哥，别闹，糖这玩意儿凉飕的。这位兄弟，哎，到。把昨天那个包裹给我吧，啊，你昨天拿的那个包裹。什么？那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得珍惜你剩下的时间了。我数到三了啊，回过头你再不说，我他妈弄死你，一点合计都没有。二，不是，哎呀，哎呀，枪下留人。哎。搞了半天，你们就是要那个包裹呀？那都急什么眼呢？那就给你呗。小马，快去拿来，送给他们。哎，好嘞。打开！你说这是个个人娱乐的东西，他也不犯法呀。你们要他干什么玩意儿啊？给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是不是玩我？这个包裹，小马别怕，小马，我他妈弄死你！别怕，他枪里只有一颗子弹。嗨，对呀，等一下，大家冷静，下面的事情就由你们老板来解决。你刚才说。枪里只有一颗子弹，对吧？那这把枪应该没有子弹了吧？咋的？我也没说我就一把枪。谢谢。你去。我他妈弄死你！慢着！我知道包裹在哪儿。你是不是也玩我？你是不是也玩我？啊？没有。包裹在我这儿，然后被朱宇去拿了，之后又被疯子抢了，然后又被白家大小姐偷了，之后，包裹就真的丢了。我他妈弄死你！老顾，妈，我告诉你，你杀了我们，证明不了你们有价值，也证明不了你们勇敢。就算你们的双手沾满了我们的鲜血，走出这个大门，明天太阳升起，你们还是一条走狗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如果你们还没有改变主意的话，
那你就一枪崩了他。一群漂亮，别冲我来。谢谢，他让我弄的啊。不是，我知道把我在哪儿。卖葫芦，你别为了我瞎承担。不是，行了，就让我一个人。好好好好好，马葫芦，别瞎说，那包裹在哪儿？就我知道。哎呀，我真知道包裹在哪儿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他丢了。闭嘴！是不是当我也傻？今天我们要不整死一个，你们不当我是谁？是不是？我妈。先锤百炼，乱世那边出英雄。说干就干，瞎干一胆，新人他生骄人儿啊。说干就干，风水轮流转，被拍在沙滩上。那一天我没有悲伤，我是个穷光蛋。穷光蛋，世态总有阴凉日，别放心上。人鬼总有童颜时，别太凄凉。三教九流穿肠。